都有拍卖系统啊。我们先讲摆摊好了，大家就最新的摆摊，应该有人卖100钻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标题就先下。哎，那我这，那我也可以卖吗？啊，不能再多了、哦！我、哦、真的好好玩哦，我们自己可以卖耶。就是这么好玩啊！你看，不止这样，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卖，真的是超好玩的。这样。这个好眼好眼熟、哦。